航运港在这边恳请大家明天就要出来投票哦。航运港跟国梁在宣传车上，恳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哦。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啊，我们的团体你也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啊，恳请大家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哦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哦，国梁跟你表示感谢哦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也辛苦了，真的，大家都努力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是太阳团体啊，那是太阳团体，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也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我们一起努力哦，谢谢，还是谢谢你们，真的辛苦了，谢谢哦，韩院长给你们问好，韩院长给你们问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韩哥，谢谢大家，大哥，明天投票，投不同意罢免，谢谢，谢谢可爱的自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这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哈。不要出来，好，小心，小心。谢谢啊，韩院长在宣传车上跟国梁在这边跟大家来请托，跟大家来拜托，恳请大家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投下你宝贵神圣的一票。谢谢大家。一定要出来投票哦，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哦。好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朝阳团体，非常谢谢你们，谢谢哦，哈、哦，韩院长也谢谢你们，我们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我们也辛苦了，韩院长也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很好，谢谢你们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感谢感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他不是支持我们的，他是超凉团体，但是我们还是跟他们谢谢，谢谢为他们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对，他不是，他是超凉团体，不是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他们说加油，谢谢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韩院长，恳请大家明天要出来投票哦，恳请大家明天要出来投下你宝贵神圣的那一票哦，韩院长感谢大家，恳请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对，还是跟他们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后的邻居和伙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啊，谢谢一路的邻居和伙伴，谢谢。谢谢院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太辛苦了，谢谢院长，谢谢大家，各位媒体朋友，你们辛苦了。谢谢你们大家，你们大家辛苦了，院长谢谢大家，你们辛苦了。
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院长辛苦了，各位媒体朋友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到了到了，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院长意犹未尽，还想继续绕，好，谢谢。好。基隆护国城隍庙，护国护国，保护谢国梁的国梁，对不对？对。人间有包青天，阴间有城隍庙。亲爱的基隆市36万的市民朋友，我们西元1818年，今天206年以前，在基隆就设立了护国城隍庙。从汉朝开始，城隍爷就在各个民间城市设立，到了明朝，每一个城市都要设城隍庙。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设立的目的何在，他就是要考核这个地方的父母官，这个地方的市长有没有认真的为市民朋友来努力奋斗，这个市长是个贪官还是清官，是个好官还是坏官，城隍爷都要一一打报告上去，这是民间的传说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从谢国梁市长就任1年10个月以来，他的表现、他的认真、他的付出，我们都有信心。谢国梁是一个最棒的基隆市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讲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今天来到基隆，又到了护国城隍庙。格外感慨，古时候所有的县长市长在就任之前，到你办公室之前，你不可以直接去，你要先去城隍庙上香，上完香之后拜拜完，你才能到你的办公室去就任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民主社会有议会来监督市长，但是古时候到现在千年以来，监督这个市长的是城隍爷。今天国梁跟韩国瑜、林佩祥委员、高金委员站在这里，站在谢国梁市长旁边，我们心里面光明磊落，因为我们站在一个优秀、认真、清廉的市长旁边。亲爱的36万市民朋友，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罢免谢国梁市长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，他贪污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腐败了吗？没有。他懒惰了吗？没有。他去选总统了吗？没有。如果他去选总统，你还可以罢免，他也没选总统啊。亲爱的基隆市36万市民朋友，大家要仔细思考，台湾民主政治到底要追求什么？我们希望优秀的市民选出优秀的议员，优秀的议员能监督选出来优秀市长，优秀的市长能够带动这个市今天跟未来的发展。所以我说，有几流的人民就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，有几流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几流的政府，有几流的政府就会有几流的国家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我们最终最归最最后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市民手上这张神圣的选票。国梁市长过去这1年10个月，小爱爸爸在家里一心一意照顾自己可爱的女儿，大爱基隆，离开家就全心投入基隆的建设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一定要擦亮眼，让我们基隆市一个优秀的市长代表我们大基隆站在台湾政坛，对外我们有面子，我们市长清廉认真不贪污，对内全心投入付出建设，让我们基隆市民觉得很骄傲跟光荣。所以明天早上这个票非常非常的重要，
亲爱的勇敢的基隆市民朋友，有智慧的基隆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勇气，擦亮你的眼睛，明天这票投下去，我们护国城隍庙，护国护国，我们基隆市民朋友全部来一起保护谢国梁市长，好不好？好，用你神圣的这张票，36万基隆市民必须向全台湾证明，我们是最棒的选民，我们坚持优秀的谢国梁市长可以继续为基隆服务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